林喜是右边使图书馆，这样就能早就叫学了。谢谢学姐，小山。嗯，对了，千万不要和学长谈恋爱，在入学还没有谈恋爱的学长，要么不行，要么渣。学妹，要不要我帮你？没事，我室友马上就到了。财社，财社，了解一下。财社，财社，了解一下。学妹，街舞社了解一下，都是帅哥哦。我再考虑一下。 学妹，再过微信啊！我手机没带。你给我刷十七。我忘带卡了。这些我先不要了。刷我的吧。谢谢。学姐，我觉得学长好像不全都是坏男生啊。学长，我是早上那个买东西的女生。 不用了，就在前面。吃早餐了吗？没呢。来楼下。弟妹，晚上要不要一起看电影？好啊。那情人节礼物。哇，好好看啊！谢谢。 我先走啦，拜拜。等一下。拜拜。喂，学长，我明天有点忙，可能没什么时间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啊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我有点事，要先走了。啊。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？可如今不再相拥。那可了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干嘛？我不能来啊。宝宝，他是谁呀？学妹。你好，我是他女朋友。 谢谢学姐，小事。对了，千万不要跟学长谈恋爱。在你入学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学长，要么不行，要么渣。哦。